扛起钢枪，他们骑上战马，马蹄响在大路上，黄花开在山岗，枪炮声响四方，白色的枪尖闪着光，自信的胸膛。知道吗？坐的太少了，你像我们来回来去多少趟？你说我，你要吐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哪能吐去？我就有点不太舒服，就是今天风太大，风浪太大。是，林珊，这点困难算什么？以后咱碰到的困难更多呢。咱们唱歌就好了，来，我爱这蓝色的一百千。唱歌。我爱这蓝色的海。我们这儿也要，等会儿我帮你们一起搓啊！好，你快点啊，你们的，你快点！不，我们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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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下，我们自己洗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干什么？班长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听到没有？报告分队长，我们在帮战士们洗床单呢。洗床单啊？你们拿这个淡水洗床单啊？是啊。你们知道这淡水从路上运过来有多难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岛上非常的缺水，你们用那几桶淡水呀，是我们驻岛战士一个礼拜的饮用水呀。啊，对了，大海的水是咸的。哎呀，是呀。没事没事，谢谢你们的演出，谢谢你们的热情，我们就算几天几夜不喝一口水，只要能听到你们的歌声，我们已经很满足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赶快准备演出吧。啊，家乡的父老乡亲，你们好吗？家乡的父老乡亲，你们好吗？唱支歌儿上回家，好男儿从军行，志在天涯，扛起刀枪保护回家。家乡的山，家乡的水，天天都在油菜花。家乡的人，家乡的家，是把家还，爱情吗？爱情。音乐。
完了，你还老拉着人手干什么呀？王家辉，我是赵家辉。赵静啊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什么叫想起来给你打电话呀？我一直想着要给你打电话呢。关心关心，不行啊。哎，听业务办公室说你们已经到海军了。哎，看见那个导弹驱逐舰跟潜水艇了吗？我也叫不出什么名字来，我只知道快艇。你多照点照片回来啊。赵静，我马上要上舞台了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跟你哎。但是也不知道林山他们那儿下部队顺不顺利啊？他们那儿下不太久。赵青啊，哎，今天晚上我听你提林山就不下十次了。啊？真的？哎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爷爷啊，那这么说，您也支持我跟林山呢？林山是个好姑娘，真要是叫你追上喽，我倒觉得有点像一朵鲜花插在了赵庆身上。瞧把你美的，我都插花了，我能不美吗？什么插花啊？快吃饭了。哎，吃饭！哎呦，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送给你，这里面有大海的声音。里面真的有大海的声音哎！谢谢你。美倒是美，是我们的战士常年驻守在这茫茫大漠里，多艰苦。是挺艰苦的。哎呀，说那么半天是不是饿了都？啊？饿又饿了，早都饿了。我都饿了，给你们上两道菜吧。啊？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牛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。他都会。你来了这个，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雏鸡、烧花鸭、烧子鹅，怎么样？这倒是反正上乱了。行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呦，弄得说的我这肚子咕咕叫啊！哎，班长还有多远啊？快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哨头了，走吧。那赶紧走吧，前面就是了。再努努力，加油！这下，哎呀，到了前面的哨所，我就能请你们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。
的神神秘秘的，有什么还不能让别人看呀？隐私。哎呀，是什么隐私呀？我亲爱的学生，我亲爱的孙露。哎呀，你偷看我日记？谁偷看你日记啊？你日记本掉在地上，正好摔在那一页上。哎，我问你。如果一个人喜欢你，你却不喜欢他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对不起他呀？还是别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屈队长。你岁数也不小了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有过约会呢。切，我当然谈过恋爱了，
只不过没那么轰轰烈烈，可能是跟我性格有关系吧。曲队长，嗯，你听，好像有人在唱歌啊。喇叭吧？哎，不对，真的是有人在唱歌，而且是好多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战士们把床铺让给我们睡，他们在唱歌呢。哦，那咱们去看看，走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想家。哎呀，你们看，文工团的女兵来了。嘘，你们把床铺都让给我们，你们在这唱歌呢，真是辛苦大家了。快坐下，坐下说。好，来。哎，你是林珊？啊，我是林珊。白天唱歌的那个林珊？对对对，是我。太好了，我能跟你握下手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合唱队的队长，你好。你好。那个，你们能教我们唱首歌吗？当然可以，林珊，教大家唱一首。唱一个，唱一个。那我就教大家唱一首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。都是你的金钱是梦想，都是你的彩虹家骄亮，都是你如花的儿女，都是你夏雪，你的报纸。小刘，我的报纸呢？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不咱们团吗？咱们团上报纸了，来，真是快，看看看看。哎，这不是林珊吗？真是，是不是？真的。这是他们这回下部队的时候拍的。哎呀，拍的真好。林珊真不错。林珊真是不错，你看看。哎。哎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帮腾个地儿。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这大秦早就出去了，这都什么破东西啊？破东西，这宝贝。来，给你长长见识。嘿嘿，看这个呗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用的王八盒子枪套，拿玩。哎呀，再给你看看这个啊，看见没？怎么着也得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原装美国造，你这都很值钱吧？还行吧。哎，这不是刚发工资吗？从潘家园淘的。哎，再给你看一个。哟，奖章啊，独立解放勋章，跟我爷爷柜子里那个一模一样。啊，这做的真像。啊？仿造的呗？什么叫仿造的？你污蔑我智商！这绝对是原装正品，看见没有？
这奖章还能买的？什么买的？这不是淘的吗？得碰运气。回头啊，跟我爷爷显摆显摆去。哎呦，对了，我才想起件事儿啊。我今儿在潘家园那地摊上看着一大堆的老歌本，有40年代的、50年代、60年代都有，上面还有那图书馆的章呢。那这是好东西啊，你干嘛不买回来呀？第一啊，兄弟，我实在是没钱了。第二呢，我对那玩意儿也不感兴趣。第三，我只收这些军品。这样，你带我，咱们现在就去。啊，现在？哎，不是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现在这点人早收摊了。这么着，明儿吧啊，明儿啊，正好我跟一地摊老板约好了，他刚收的一大卷子那平津战役的那作战地图，一早晨，明天啊，行。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。不要随便动我的东西。啊，没有，爷爷。我这看您这个日程表呢。嗯。哎呀，您这怎么还排这么满呢？您这血压忽高忽低的，这可不行啊。我那是雷打不动，改不了喽。爷爷，哦，那您看看，这个能不能改呀？哎，你拿我的勋章干嘛呀？那是你玩的吗？那是枪林弹雨，浴血奋战。我大早上从那旧货市场上逃啊逃啊逃来的。您看看，跟您这杯一不一样？就是旧了点。旧货市场淘来的啊，多少钱？嗨，也就几十块钱吧。啊，几十块钱就买了枚勋章啊？啊，哎呦，这可真是浴血奋战，用生命换来的呀。爷爷啊，我就知道您喜欢，嗯，所以啊，我特意淘来就是送您的。您看，正好跟您这个配成一对儿。我那不知名的亲爱的战友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您这干嘛去？快听个动作。小青，哎，立住，进来。勋章收好了，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喂，啊，李强啊，今天是说的去攀岩吗？哎呀，不行，我今天排练呢，要不改天吧？那来得及吗？反正我不能耽误了排练。啊，我妈又叫你给我带东西了。哎呀，那好吧。小心！哎呀！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没想到啊，你人高马大的，爬起来挺灵活嘛，跟猴子似的。什么叫跟猴子似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攀岩已经是一项时尚的运动。是吗？嗯。你别小看这攀岩啊，攀岩啊是要用这些支点啊。
完成腾挪啊、穿越、引体向上的动作。所以说啊，人们又把它叫做峭壁上的艺术体操，或者是岩壁芭蕾。哎，这跟你们跳舞的有近亲关系啊。真有意思，行，说起来一套一套的。哎，黎强，我觉得你对艺术挺在行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个商人而已。当年白手起家的时候啊，我可是什么都干过，洗碗、刷盘子、送外卖。哎呦，看来你这大老板也吃不少苦。在国外啊，要生存发展，不堪回首。哎，有一次啊，在我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带我来攀岩。他在我爬上去实在坚持不住要掉下来的时候，他在底下冲我喊：“向上，向上，摔下来别怕，继续向上。”向上，向上，摔下来别怕，继续向上。对，从那次开始，我就喜欢上这项运动。赔钱的时候啊，它能让我找回信心，面对新的挑战；赚钱的时候呢，它能让提醒我提高警惕，因为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性。全盘皆输。你看你攀岩都攀出哲理来了。就算是一点感悟吧。这攀岩啊，就是得挑战人生，挑战自我。嗯。动脑筋，想办法，一步一步，一点一点的往上爬，直到最后的胜利。人的一生啊，会因为形形色色的目的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是为了赚更多的钱，有的时候只是希望得到一个人对你微笑。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如你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来的重要。我就是这样，不管有没有掌声，有没有喝彩，我都会像帕瓦罗蒂，像小泽征尔，就像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一样，全力以赴的工作去表演。当你真正付出你的全部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得到掌声和喝彩声。那要是没有人为你鼓掌，没有人为你喝彩呢？那只能是你对自己欢呼鼓掌了。李强，真看不出来啊，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像个司机，有的时候像个大老板，有的时候吧像个运动员，有的时候又像个演说家。好，我先为你这本老男人教科书鼓掌欢呼。谢谢美丽的艺术家为我捧场。不过呀，我是觉得，我觉得这人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其实最终都不会无人鼓掌的，最起码还有我们的家人爱人支持着我们，鼓励着我们。家人爱人。哎，李强，这些都是你的员工吗？嗯。那他们也经常听你演讲啊？什么演讲啊？年轻人嘛，从平凡到卓越，啊，怎样把自己变得更加勇敢、更加优秀，互相探讨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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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嘴呀、啊！这我可不来，你没看我忙着呢吗？你自己弄吧。自己弄。林深，林深，咱俩来聊，保留曲目啊。树上的鸟儿成双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自己来。给大家伙说点三国，曲目为之钟立万仰郎当时。有意思。换一个。行了吧你，就这效果啊。就吃梨吧。哎呀，包袱没吃响啊！你看，吃个梨，刚削好了。那梨还是不分的好。没说分，你都吃了，没事。还是你吃吧，谢谢啊。不吃啊？哎，不吃我吃。没说不吃，正渴着。哎，战友们，
我们马上就要凯旋了，刚刚接到这个团里的通知，表扬了我们，说明天让咱们呀好好的休息一天。哦，太好了！后天上午9点准时集合。太谢谢您了，您看你们工作这么忙，每个星期天你们还过来教我们歌，太感谢您了。应该谢谢的是你们，你看我把歌一带过来，战士们一唱，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呢？喜欢什么样的旋律啊？还有，刚才炊事班那小战士给我改的那一句，又上口是又带劲儿，啊，对对对，哎，王老师，你看都快开饭了，吃了饭再走吧。早饭吃的晚。那我先回去了啊！好，好，再见。谁呀？我张庆，快开门。怎么是你？我奶奶听说你们回来了，就推着我搡着我，让我把这好吃的给你送过来。你这是什么呀？鸡汤。我奶奶专门给你熬的，我爷爷有命令，江红奶奶的孙女就是我们的孙女。哎，哦，对不起，说错了，是他们的孙女啊。总之啊，一定要重点保护。哎呀，好香啊！本来我都不饿，都把我的馋虫勾出来了。你先放起来吧，等我饿了我再吃。这得趁热，快点，碗呢？我给你盛。好吧，我去把碗洗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宝贝呀！哎呀，这怎么都挂上袜子了这？我奶奶熬鸡汤啊，真好喝。接着喝啊。哎，林珊，我送你这520号坦克，你怎么都挂满万国旗了？这，哎，好好好，我一会儿啊，我都给收起来。哎，谢谢你爷爷，也谢谢你奶奶，谢谢你。哎，我有事儿，你就先走吧哈。怎么着，也不多留我坐会儿？哎呀，下次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哎呀，哪儿来的？战士们送的。你要是喜欢啊，我就替战士们转送给你。哎，真的？啊，真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海边的老人说呢，这海螺啊，只有在定情的时候才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，你可不许后悔啊。那你还给我吧，我不送你了。老人们还说了，送出去的定情物呢，是不能够收回去的。海螺也能吹？哟，王家辉。哎，这大太阳地儿底下的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哦，现在路修的还真不错。
哎，知道这什么吗？嗯，海螺啊。哎，知道谁送的吗？想知道吗？爱知道吗？林山送的。哦。哎，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怎么样？好，这事儿啊，哎，就算是成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走了啊。哎，赵庆。海螺呀，你就没完没了的，吵得我呀看电视也就不踏实呢。歇一会儿，喝口水再吹。哎，哎呀，啊，奶奶，你是不是从我这优美的旋律当中，听到了爱情的最真挚情感？空幻般的呼唤，它是一种忘掉一切、无法表露理解的来自那遥远大海涛声呼唤的美。啊，庆儿，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呀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奶奶啊，您还是坐这儿看您的电视吧。啊。我怎么听你吹的说的都不在调上呢？奶奶，您这就不知道了。这是林山呐，从那遥远的地方，茫茫的大海给我带回来的礼物。所以呢，我吹的这个旋律啊，一般人是听不懂的。哎呦，还一般人听不懂呢？哎，林山，嗯，就他听得懂。哎。定了没有？什么时候再把他带回家来？哎呀，奶奶，你烦不烦呢？到时候啊，我就自然把那孙媳妇给您娶回来了。您就等着吧，盼着吧，啊！什么等啊盼呢？哎，起了几层呢？啊？什么几层了？嘿，文工团盖新楼，起了几层了？现在？嗨，爷爷，您这怎么又那么多这新宿舍楼上去了啊？管他几层呢，反正这新楼分了以后啊，又没我的事儿。你瞧瞧啊，你瞧瞧，这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你是自由主义。哼，新楼进不去，老楼里搬新楼，你一搬进老楼，怎么会跟你没关系呢？哎，爷爷，我还哪儿都不去了。我永远陪着您们，我就住爷爷奶奶家，有吃的有喝的，嗯，还不用打扫卫生，也不用刷碗。对，就跟奶奶住，嗯，再把你那个什么山呢，给取回来，奶奶给你做饭，咱们家的呀也热热闹闹的过日子，过日子，过日子。赵庆啊，我怎么感觉到你们同班的同学现在都混得不错呀？哪个都不是名片西服，您不能光看着人家风光，不看看人家困难时候。您刚才说那曹老板吧，您看他啊，出门他老板着个腰，应酬啊总板着个劲儿，开会总板着个脸，所以说他叫老板呢，是吧？我看他呀，现在就没我过得舒坦。Hey, hey.
跑了几步啊？啊，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团长。这不行啊，得加强锻炼啊。团长，我比不了您的，您是部队比武的尖子。哎呀，我也比不了当年了。今天约你出来一块跑步啊，是想跟你说一说，战地黄花组歌是咱们团今年创作的重中之重，你是这一作品的主创啊，得加油啊！我努力。你不是一般的演奏员，是指挥乐队的灵魂，这个责任大啊。是。出国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乐队都准备好了。嗯，就是这一出国啊，日程安排的太紧，嗯，就没法排练。这个战地黄花组合是不是会耽搁着？笑声唱。